前天发了一个说很紧急的公文，叫我们说大家赶快回。那个公文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交通部发文给他们，给公司说，叫你们叫说赶快处理啊。可是他们就说协商不出一个，这么多工会协商不出一个人选啊。所以他们赶快自己先提名自己的人去占住那个位置啊。好不巧是4月15到4月25，你就是想要股份有1%、1%的人可以去提名董事人选啊。然后公完了之后，他隔天好像要一份定期的期间公告，所以他在这期间公告结束了哈。那虽然我们有7个，有附属工会，9个工会提了7个代表，他如果要提，他也可以从这七个人里面随便提一个嘛哈。只要他是提这七个一个，所以我们再不爽啊，也去爽不爽别人呐、啊。但是他不是，他竟然提了公司的公共关系处的副总。决议都明确的清楚，是由工会推派，而不是因为交通部跟公司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由他们进行推派，明显就是违法在行政，所以我们要求他立即悬崖勒马，不要再违法了。检察来当个对待一般善良老百姓吗？我是中华电信的吗？大多都是中华电信，这个忙，这个有这个检察的必须，你看我。继续违法的。